进来宝宝们，今天呢咱们跑了很多路，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河边啊，这个泉水特别的清澈，咱们洗个手。咦，天哪，我发现什么呀，赶紧挖出来看一下。来来来，你们猜一猜这是什么，这是贝壳吗？来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看看里面有没有珍珠哦。来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哦。呀，哎呀，来来来，不要着急哦，因为它这两边呢是有咬合力的，我们把这两边切一下就可以打开了。来看一下啊，看看你们是不是有珍珠，如果有珍珠的话，你们给我一个免费的双击和关注哦。来看一下，哎呀妈呀，真的有一颗珍珠哦，来出来，一颗大腰子哟，喜欢的宝宝双击关注哦。